好啊，接下去会轮到美人鱼的表演，他们有特别的题目叫《美人五宝奇幻探险寻亲记》。掌声鼓励，欢迎美人鱼。在北纬91.3度、东经181.95度的海域里，有个美人王国。在这美人王国里，有一个美人家族，里面住着美人夫妻以及他们的孩子五宝。
食人鱼的追杀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。
美人龟 vs Thor。美人汤 vs Sailor Moon。美人鱼发现自己的歌声有治愈的能力，使其他四宝恢复力量，也恢复了勇气。Avengers 排除万难向夕阳游去，而鱼尾狮也终于